别送了，再见，再见啊！嘿嘿，打起精神来吧，让我们重振江山，6点之前要恢复原状，加快速度。 在干嘛？愣着干嘛呢？啊？哦，我还有点事，你们先进去吧。快点哦！嗯。姐姐，姐姐。 我带你去买棒棒糖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想吃什么味的？草莓味。姐姐，姐姐，等等我！姐姐，姐姐，晨晨晨，跟屁虫，晨晨晨，丑小鸭，晨晨晨，跟屁虫，晨晨晨，丑小鸭。珠穆朗玛峰山岭间朦胧一片，只有顶峰还露出隐约的轮廓。 给我的呀，班长。不是，是给你姐姐的。谢谢婉婉姐在暑假教我们功课。陈晨晨，你干嘛？陈婉婉，陈婉婉，你这么喜欢他，你干嘛不直接送给他呀？陈晨晨，你是婉婉姐的妹妹，就不能帮忙转交一下吗？不能。陈晨晨，你真任性。要不是因为婉婉姐，谁愿意跟你交朋友啊？ 和姐姐不同，我只是个普通人。谈了场普通的恋爱，也会普通的分手。连遗忘也会是普通的。时间将冲淡一切。我知道，总有一天我会忘记。换作是姐姐。 一定不会这么难过吧？小熊的汉子，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也想像姐姐那样，拥有很多很多的爱，即使失去一份也无所谓。如果能遇到另一个人，我希望比起我爱他，他能更加爱我。 因为我爱他，胜过他爱我的滋味。我已经尝够了，不用任何人告诉我。我也知道，我应该和他分手的。高林不是个好男人，心猿意马，花言巧语，反复无常，谎话连篇。不该喜欢他的理由有无数个，其中最最重要的是。 他并没有那么爱我，远远达不到我想要的。一杯冰美式。好的。 微信里不是说有话要说吗？说吧。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要跟我分手吗？ 送给你啊！送给我吗？你怎么这么可爱啊？不会吧？你这么可爱，没人给你搭讪吗？没有。抬头看着我。很荣幸能做第一个。 说。
你是要跟我分手吗？不甘喜欢他的理由有无数个，而喜欢他的理由只有一个。那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？那就是喜欢，因为我喜欢你，很喜欢，很喜欢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竟然可以这样的喜欢你。 乌顿子是我的养料了，我跟你说，她是装的，她心里其实可喜欢了。哎，像我们屋里头的女生们，都是这么漂亮，比如我。果然应该叫做收集洋气之夜啊！不像吧？你看，像我这样的，相貌、气质、身材，内外兼修的女生，可能我身边男生的眼睛都瞎了吧。学霸应该像妈妈了吧？但是乌力是天生的。 洋气啊，洋气！明年赐我一个男朋友吧，能不能正常点啊你？